转的时候，主要是借着你的恩典，你从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，把我们从罪恶的泥潭中救拔了出来。主要让我们进入你丰盛的国度里面和荣耀里面。主要我们何等的感恩，我们每一天就要在这里口唱心和的来敬拜你，同心合意的用我们的嘴唇来颂赞你，因为你是那配得的，一切的权柄尊贵荣耀都要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要全然的来归向你，全然的来向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来今天早上赐下一个敬拜和感恩的一个祷告的灵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你与我们众人的父母的同在。我的心全然向你，当圣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，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，赞美的衣服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，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称谢不已，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脚步不离。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向你，当圣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，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，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，赞美的如雪花飘逸，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，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永远远称谢不已，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脚步不离，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，永永远远赞美不停，永远远称谢不已，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献上自己，一生一世脚步不离。是的，以色列的神就是以赞美为宝座的，主啊，我们活着就是要来赞美你，我们就要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那配得的主，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爱戴都要归于你，谢谢你保守我们的脚步，主啊，让我们一生的脚步真的不离开你，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行，
让我们真的跟随耶稣的脚中心，因为主啊，你已经把基督的丰盛坐在了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的老我和我们的旧人，主啊，已经和耶稣同钉十字架。主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，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个基督的丰盛让我们能够活出来，在启示我们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求圣灵每一天来光照我们，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基督的馨香之气，让我们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散发出来。主啊，让着我们周遭的一个人，周遭的环境，主啊，因着我们还能够改变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的，我主啊，我们在天上除你以外无没有别的，主啊，在地上除你以外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们的心就要来单单的来归向你，我们要全然的来归向你。主啊，我愿意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来向你献上。主啊，我愿意把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智慧、聪明，把我们的一切所行的，主啊，我们都全然向你献上，为主来摆上。主啊，求你来使用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来引领我们，求你来光照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打开天窗，赐下你的恩典、怜悯和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赐下更多的能力、恩赐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愿意为主做那更大的事。主啊，你说信你的人，信你的人，主啊，必要随神迹随着他。主啊，我们要做的比耶稣更大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这是你的应许，这是你的应许，主啊，你的应许从不落空。主啊，每一天我们就是要紧紧的抓住主你的应许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当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扎根的时候，当我们怀着谦卑顺服的心，主啊，来跟随你真理的引导，主啊，我们就不致偏行己路，主啊，我们就会行在光中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在光中来遇见你。何等的甜美，主要让我们每一天与主来灵交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用圣灵微笑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，对我们的心来说话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每一天被你来改变，为你来更新，我们的灵被你来提升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也知道你所拣选的每一个器皿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你的命定、旨意和呼召。主啊，请你来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器皿，主啊，成为我们教会，成为教会的合用的器皿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儿女，让我们姊妹，我们都能够在教会里，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本位上为主来发光发热。主啊，这是你在我们生命上的命定和呼召。主啊，你就要荣耀你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再次，我们再同心合意的为我们活水得胜教会祷告。我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再一次全然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教会，求你亲自来带领你的教会，带领你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赐下一个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，赐下一个和睦的灵带领当中。主啊，你说弟兄彼此和睦，主啊，这是何等的甜美！主啊，让我们真的牧者同工，让我们众弟兄儿女，主啊，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求你继续来荣耀你的教会，求圣灵每时每刻来看顾保守你的教会，也自由地运行在你的教会。主啊，你必用你的臂膀来环绕你的教会，用你的慈爱来环绕你的教会。耶和华的慈爱就是我们四维的盾牌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让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教会，荣光充满在教会。我们坚信，主啊，我们活水得胜教会，这后来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我们谢谢你主，谢谢你主，求你继续用你的慈圣爱所的引领我们，引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进入更高之处，引领我们教会也进入你的更高之处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坚信，只要我们紧紧地跟随你，我们的脚步不偏离，主啊，你必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迦南美地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尽管没有看见，但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主耶稣，看见了你的十字架和你的宝血，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让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，每一天我们就站立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在与主同行，我们与主同工，我们与主同乐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每一天的心都因你而欢喜快乐。主啊，因为你应许我们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每一天，我们借着我们晨祷，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充满了力量。我们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的肉体，而是来自我们的三一永生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你主，我们的力量如何，我们的日子必要如何。我们每一天，我们就要看见你的荣美，看见你的荣耀的同在，看见你奇妙的作为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在晨祷当中与我们丰满的同在，求你格外的恩膏来到你殿中的每一位儿女。哈利路亚，也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基督的家庭，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。在凡事上，主啊，都有基督在我们当中来君王位上王权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，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深深的爱你。我们把一
切的荣耀颂赞敬拜都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阿们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就是清晨前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是来寻求你的面，就是来赞美你，来聆听主啊，你从上头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等候你，我们等候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圣灵从天上降下来，让旷野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入树林。主啊，是因着主你的话语的浇灌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怜悯我们，你带领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殿里，来瞻仰你的荣美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晨祷中，主啊，来彰显你的荣耀。谢谢主，复兴我们的晨祷，主啊，带领我们的晨祷，也祝福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的教会是属你的，是你在这里立定的，主啊，主啊，在教会中你立定你的公义树真理的，主啊，教导在这里头。主，谢谢你来扶持我们，扶持我们教会，帮助我们的教会，主啊，让我们教会能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，主啊，教会。谢谢主，来翻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在你的殿中成为柱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活水得胜教会的人走出来就是不一样，能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这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，主啊，都蒙你的祝福，蒙你的拣选，蒙你的悦纳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帮助我们。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呼求你，主，你就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不无论大事小事，我们都交托给你，因为你是那创世成宗的神，主啊，因为你是解决问题的神。人都是，主啊，制造一个一个问题，一个一个的困难，但是神，你是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神。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，依靠你奇妙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以上的，主啊，荣耀权柄爱戴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要啊，借这个东西来感谢大名。让我们在早晨，我来感谢赞美你。领受我们两个亮光，使我们两个得胜，使我们两个盼望，盼望都有吧。放在你耶和华。依靠耶和华，从你带来。耶和华，耶和华。又多耶和华，我不相信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这个上来听见的，为呢，为依靠呢。你是我的存在，大山家，你是我的全能的使者，是我的盼望，是我的牧者，是我的盼望，是我的荣耀，是我的荣耀。我们每个人来到面前，要为我的耶和华，我们每个人来到面前，爱我的耶和华，爱我的耶稣，耶稣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一生的盼望。我要亲近你，我要依靠你，我用你的爱来帮助我们，用你的爱来帮助我们。我爱你爱到底，我爱你爱到底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我要依靠耶和华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依靠耶和华。谢谢天父的爱，谢谢天父帮助我们，谢谢天父帮助我们。教会安全的光，教会行出你的光，行出你的荣耀。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，行出你的荣耀。帮助我个人，行出你的荣耀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个力量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。我要依靠你，我要依靠你。我需要你很多，我需要你很在。靠你凡事都能做，靠你凡事都能做，靠人凡事都能，靠神凡事都能。我真的好需要你，我真的好需要你。我需要你个很多，我需要你的盼望。你感谢我们，下面我们每一个队，下面我们一切的孩子来。让我们成圣洁的孩子，来爱我们的天父。我每一个人都那个满载，我每个人来到你面前，依靠你到底，依靠你到底。谢谢安抚的爱，谢谢天父的爱。我依靠主，我依靠主。这份我们的健康，主啊，给我们健康，医治我们，医治我，释放我们，释放我们，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得自由。父，谢谢你，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帮助我，谢谢你帮助我每一天。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永生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。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我一谈我哪有感情了？一切问题结束了。
让那魔鬼要退去，撒旦魔鬼退去，我们该被圣灵充满了，我们被圣灵充满了，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做，主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做，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得救了，帮助这位牧师师母天天喜乐，荣耀你的名，帮助教会牧师师母天天喜乐，荣耀你的名，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在天的阿爸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每天我们清新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你的面，寻求有你一个亲切的连接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您说那看你因着看见才信，那没有看见的人就信有福了，我们愿意做那有福的人。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的圣灵来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，来翻转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我们每天来到你的殿前，把最美的时光献给你，把最好的赞美献给你，让我们开口大大的赞美你，凡是有口的都应该来赞美你，凡是有耳的都应该来倾听你的话语。我们愿意你用你的话语通过圣灵来喂养我们，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每天能知道你的旨意，能活在你的应许当中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们每天能来到这个圣殿，我们每天能来到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来喂养我们走下每一天清晨后面的路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大大的来充满我们这一群饥目渴义你的孩子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活在你的爱中，我们愿意向你圣灵的祈祷，我们有良善的，有喜乐的心，我们愿意常常谢恩，不住的不停的祷告，活在你的喜乐当中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知道没有你我们什么都不行，我们不愿意走在你的前面，我们愿意紧紧的跟在你的路，跟着你的脚步。主耶稣，你说万事都有时，播种有时，收种有时，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还是有疑惑，我们也有软弱。主耶稣，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，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在天的阿爸父啊，求你继续来使用我们这一群人。我们每天的祷告就是希望你是我们的牧者，能听出我们的声音，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谦卑，我们愿意顺服，我们愿意做你贵重的器皿。主耶稣，求你来看顾保守活水教会，来纪念这里辛苦摆上的牧者和牧师和师母，我们愿意像做一个良善的妇人，我们也愿意做聪明的童女。主耶稣，求你来使用我们，更新我们，翻转我们，我们把活水教会摆在你的面前。主耶稣，求你希望通过我们的祷告来让祷告复兴这里的祷告，让每个人能够沉睡，能孵化他沉睡的心灵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求你下面的时间继续交托在你手里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下面同时跟我们同在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这一切的荣耀都是归于你，这样的祷告奉你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清晨我们相聚在父的家中，清晨的玛纳贯穿着我们，像贯穿着铁板一样贯穿我们的心。父啊，因为有你的爱，使我们坚强地走在美利坚共和国这块土地上，因为有信，我们坚持活出我们，我们比别人付出的更多的勇气。父啊，真的像我们这些亚洲人，第一代移民的人是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如果没有父亲的爱，我们不可能生存到今天。父啊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，除了赞美还是赞美，
父啊，请你继续的管教我，使用我，每天我都是一个新的器皿。感谢父亲的爱，我也求父亲让住在我家两个小女孩能够有一天她们自己能够来信主，因为这都是父亲的产业。父亲，请你使用我，慢慢的管教他们，让他们有一天自己自动的来教会来受洗。父亲，请你给我时间。父啊，请你也保守我们活水教会牧师师母一家人的平安，他为我们教会无悔的奉献。父啊，在这个筹建的过程中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出一砖一瓦的力量。父啊，请你使用我，此善的荣耀是归于种子，归于我们的阿爸父，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当感谢进入你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你的院，当称谢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清早起来我们来到你的祭坛面前，乃是来荣耀你。主啊，你的名是何等的佳美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谢，来荣耀我们那美好的坐在天上的神。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一群儿女，让我们带着真诚的心来感谢来赞美你。若不是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，主，我们与世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更新我们心思和意念，好让我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在你的同在当中，在你的圣洁的光中，主啊，在你的里面我们行走，是满了你的荣耀，满了你的光辉。谢谢你使用我们，更新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心里所想的，我们所盼望的，乃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创世以前，你拣选我们成为你尊贵的器皿。不是我们嘴巴能讲些什么，乃不是我们能做些什么，乃是神你的能力充满了我们，你的万有的主在我们里面都动了善功。主啊，我们将所有的颂赞荣耀都要归给那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。哈利路亚，颂赞归给你，荣耀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每一家每一条路走的点点滴滴，主啊，都在你的面光之中。主啊，谁能晓得你的愤怒的权势呢？主啊，让我们的心灵都要与你合而为一，我们要顺服你话语，顺服你的权柄，乃顺服你圣灵的带领。我们只有在你的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完全。谢谢你，你的血是大有功效的，你的血可以除灭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魔鬼作为。有谁能像耶稣呢？你有死里复活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必不知羞愧。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，主，你的恩膏、你的能力都加倍的充满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你喜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真诚地向你献上感谢、敬拜、赞美你。因为耶稣基督，你是荣耀的王，我们欢迎你。你是荣耀的君王，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。
主啊，我们的心里不能容下别的神，唯有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。哈利路亚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掌王权举首位。谢谢你，你以慈爱为冠冕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只有将我们全人全心来交给你，爱你，感谢你，荣耀你，因为我们是属乎于你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万有也都是你的。哈利路亚，愿你来洁净我们的魂，洁净我们的体，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好使我们的整个全人全心都完完全全降服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要饮那生命的活泉。哈利路亚，颂赞主，我们真的很需要你，需要从你而来的聪明与智慧，需要你给我们力量更新，需要你的能力浇灌我们。主啊，你兴盛我们就必衰微，当我们乐意谦卑寻找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必寻得见你的手。当我愿意向你面，在你面前打开我们心的时候，你的万有的能力就充满我们，你就浇灌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你乐意施恩给我们，你乐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耶稣，都像你的儿子。复活的主啊，我们真要你复活的生命，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感谢你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，我们都需要更新，要改变。主啊，也需要你圣灵来带领，父母的敬拜，洁净我们的口，洁净我们的舌头，让我们那个舌头成为赞美你的舌头，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倾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的来思想你，让我们的脚步单单行在你的面光之中，行在你的圣灵的水流里面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愿你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把我们每个儿女带在你的怀中，享受你呢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活泉，医治的活泉，哈利路亚，死里复活的大能你赐给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复活过来。我们不要活在罪中，我们要活在你的圣洁，你的公义，你的怜悯，你的慈爱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有你我们就有复活的，我们有你就有取得胜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就有医全体的良药。哈利路亚，主，你的话语能够医治我们的白骨。哈利路亚，万能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宝贵的时间来在这敬拜赞美我的神。主啊，我们不再在平安和平当中敬拜赞美你，我们在患难当中更要加倍的赞美你。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，你就改变我们的环境，你就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你就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。哈利路亚，凡信靠你的都必不知羞愧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这个教会要成为你荣耀的居所。谢谢你，你拣选了这个教会。主啊，很多的弟兄姐妹还不曾明白你的话语，我们愿你的灵来开启每一个来寻找你的儿女，使每一个儿女
他心里所想所求的，无一不得着你的恩典，得着你话语的祝福。你给他们有异梦有异象，让他们明白你的旨意在何处，好使你每个儿女所走的不偏离左也不偏离右，能够向你标杆的直跑。哈利路亚。谢谢我的主，愿你的祝福充充满满的浇灌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，让他们所祷告向你所求的，主啊，都被你来赐福来翻转来改变。因为一切的祝福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。谢谢，感谢赞美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谢谢主耶稣的爱，你的爱充满了这个世界，也充满了我们的教会，也充满我们的我们。你的爱改变了我们，你的爱也救了我们。主啊，虽然我们每天都有一波又平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事情，但是有主，我们就战胜了一切。因为主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患难中的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天父，荣耀的上帝，主，求你合一的灵降下来。主，你与父与圣灵原为一。主啊，你的合一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求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每个人身里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靠着自己是做不了什么的，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能力，使我每个人都有一颗心智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你也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。我们本是主的身体，是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一个互相的联络，就像你和父与圣灵联络的合适一样。主啊，感谢赞美荣耀归于你，软弱的求你加力量，有病痛的求你亲自的医治，求你和睦的连降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。你说与人和睦的有福了，我们就是成为你有福的确据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感谢赞美荣耀归主。主啊，求你合一的灵降在这里，何不是我们一生的追求。求你按着你的信实，按着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，挪去我们的人的意，成就你的旨意。感谢赞美荣耀归主，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感谢赞美荣耀归主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阿门。谢谢主。谢谢你每天都在我身边。有这时候我觉得真的心里的时候很无助，向主祷告，求主在能够赐福给我们每个兄弟姐妹，让我们
我在这个每天都能够有新鲜空气、新鲜水的地方，让我们很好的生活，去掉我们身上的毛病、肾病。就像我师兄那个张牧帝一样，能够求主能够赐福给他，治好他身上的病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阿门。奉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主啊，我们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与赞美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祷告，那是合神心意的，求主帮助我们来成就一切，释放天使成就所有关乎我们祷告的事。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们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跟随耶稣基督脚步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在其中的教会。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的教会，我们要知道主的荣耀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我们在这里宣告的每一句话都是合神心意的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万分的感恩与赞美。主啊，你听一听我们中人的呼求和祷告。主啊，让这个教会哈利路亚得着你的荣耀，是印在你自己的名。我们要在